洛杉矶适合出租的房子是什么样？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咱们看视频里这栋小联排，一千七百多尺的小区里面呢有泳池，还有公园儿。这种呢三层的一个小联排，一进来呢咱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厅，在一楼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厅，还有一个车库，对面的那个门就是车库。这边呢是有一个窗户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窗户。接下来呢咱们上二楼看一下。 二楼上来之后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空间，旁边呢有一个带洗浴的这种卫生间，而且它是有窗户的。旁边呢就是这样的一间卧室，同时呢它的大客厅、还有厨房、还有阳台都在这一层。这些房子呢它的好处呢，它就是便宜，啊，六十几万能租个三千多，而且持有成本很低。 但是呢，它也有缺点，它离高速呢就是比较近。但是呢，咱们挑的位置呢就是离高速远的那些就好了，就是便宜遮百丑嘛。上了三楼呢，就是洗衣房，还有两间卧室。这个呢，每间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而且呢，像这种年底了，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、太阳能、冰箱、窗帘，就是它什么都送。 这个呢，就是这种低成本高租金的一个房子，而且呢，它是新的，几乎不用怎么维护就可以稳定的这种收租。不过呢，它这波优惠到这个月底就结束了，现在还是有机会的。现在看的是主卧的这个卫生间、衣橱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大主卧，你看这么多窗户，其实还是蛮舒服的这种房子，而且呢，租客他也很喜欢这样的。 现在呢，还有一些不错的地块，看房呢或者其他问题可以单独的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。